我相信我三叔的确来过这里，但这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件耳饰突然变了样。合着我跑题了是吧？行，我来过。哎，我的记忆并不完整，很多事情需要有个出发点才会想起来。小哥，你失忆了？我想找回我的记忆。那你现在在想什么？如果你发现了考古队的名单，上面应该有我的名字。啊，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呢。哎，你别吹了，那都是几十年前的考古队了，那怎么着？你跟三爷一岁数，那你怎么保养呢？羊胎素、肉毒杆菌，哎，你不会基因突变受什么辐射了吧？切，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那你对这个海底墓还记得多少？哎，小美。你看，哎，你看那表，是不是很好看啊？文静姐，文静姐，看什么呢？你也上来看看呀！我先下去，在上面了，快下来吧，快点，那边需要你帮忙。小张，你在看什么呢？海。咱们在海上都快半个月了，再美的海景也看腻了吧？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怀念在岸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小谢呢？你们看到谢连环没有？谢连环跑哪儿去了？没有啊。我已经查过了，少了套潜水装备，还少了艘皮筏艇。该不会小谢去玩潜水了？文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如果他一个人去潜水的话，那就太危险了。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的，在水下待了多少时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把人找回来。不行，我们今天还得下墓，别为他一个人耽误了时间。说不定他玩够了就回来了。小李，你们家就是海边上的，海里的情况有多复杂，你又不是不知道。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了，谁负责？没事啊，这小姐也真是的，这出去也不打声招呼呢。这也太无组织无纪律了，怎么能一个人出去啊？连请示都不请示一声。就是啊，这么久都没回来，要是出事可怎么办呀？哎，你们快看，那块礁石上面，哪儿啊？哪儿呢？在哪儿呢？啊，我看见了。尸体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决定让一个人把尸体送回岸上，处理后事。其他的人留下装备和食物，发掘海底墓。
多出来那是海猴子。三叔他们被水冲进来的过程跟我们差不多，但他们进的是这间耳室，还是有婴儿棺的那间？都不是。香啊！哎，你们闻到没有？是啊，哪来的香气啊？会不会是这个墓主人生前是个喜欢用香料的女人，所以死后还陪葬了大批香料？三星，哎，你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去过的墓室都是臭不可闻的，像这种香的，还是第一次。这画的都是孕妇吗？怎么一个个肚子都这么大？是啊，这是什么呀？海龟，这里有海龟，这是个海龟墓。海龟？这是海龟啊！哇，哎，你看，哎呀，这画的都是什么呀？还有这个，哎，这是什么？行，哎，你看这个，哎。香味儿，这墓里有腐臭味儿，哪有什么香味儿？没闻见过。说不定是只有三叔他们进来的那个墓才有，也或许是经历这么多年，香味已经散了。小哥，后来呢？咱们还是走吧。我看这里太古怪了。你是怕大海龟请你去做海龙王吧？站住！干嘛去？就不怕再发生什么意外了是吧？大家都听好了，墓室里的情况很复杂，稍有不慎就会连累所有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原地休息，保存体力。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乱动这些东西，更不能乱走，听到了没有？哼，三省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大家都听他的。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哎，小心，小心，小心。三省。哎。是不是很累啊？要不在这睡会儿吧。我没事儿。别逞能了。这之后的行动还得靠你呢。行，那就歇会儿。嗯。后来又发生什么了？不记得了。那你是不是吃个核桃补补脑啥的呀？行了。哎，说到这个香味催眠啊，我倒想起一个东西了。什么东西啊？哎呀，就快点说，别卖关子。我在潘家园啊看见过一个玩意儿。它有点像一块黑色的小石头，老板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一打开盒子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也不知道什么香调的。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情调啊，快点接着说。废话，胖爷也是京城有名的玩主，好不好？你知道那香味儿啊，那闻起来特别舒坦，就闻着就想眯一觉。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进婆的骨头，叫骨香。骨头？龙涎香还是鲸鱼的屎不蹶子呢，照样值钱。在你眼里，凡是值钱的都是好东西。那是。那禁婆到底是什么呀？禁婆呀，
这东西挺抽象的。海边的人啊，把不好的都叫进婆，受了伤、丢了鸡、跑了鸭什么的，都说是进婆害的。要真要说是什么呀？恶鬼？去一边去！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进婆，故乡。我想起来了，有关香味的事儿，三叔的确提起过。古香这个东西在市面上出现的很少，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是进婆的骨头不吉利。你以后要是碰到了，尽量也别沾。要是失眠的话，倒是可以用一下，睡得比昏迷还快。做个香香的梦。啥香香的梦啊？不做噩梦就不错了。当时我在墓室里一觉睡过去，醒来就惊了。为啥呀？反正就跟打了麻药一样，我这一醒过来。文锦，文锦，文锦，人呢？人呢？文锦，文锦，瓷器呢？后来我就被渔船给救了，被送进了医院，差点连命都给丢了。再后来呢？再后来，我听说只有我一个人被救了，其他人全失踪了。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没什么再后来的了。大侄子，你可得听话，别淘气。千万别和你三叔学啊。嗯。就是不知道三叔说的
是不是这座海底墓里发生的事儿？那没跑了，有香气，有木有海。哎，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多看看那些魔术揭谜之类的节目啊？装箱子的人转两圈回来，啪，人没了，嗷，老虎出来了。你说像不像这种见证奇迹的时刻呀？啊，就这墓，啊，有隔板，转两个圈，有地洞。我明白了。哎，你明白什么了？电梯。啊？哼，电梯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听就明白了。啊。假如现在有一个两层的楼房，嗯，你从二层里面出来，这个时候我在一层的底下再盖一层，当你回来的时候，原来的一层变成了二层，原来的二层变成了三层。所以说，你回去的是原来的一层，而不是二层。一二。二一，一二三，你说人话。啊，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耳室的上面或者下面还有一层，这两个耳室呢，就像电梯一样，可以上下移动。虽然面积大小都差不多，但是里面的东西却不一样。所以我们出去一趟再回来，发现氧气瓶不见了，是因为这个耳室已经移动到了上面或者下面。这明白了，这不就嗨，这不就骗小孩的把戏吗？啊？我以为多高明多深奥呢。是啊，就这种骗小孩的把戏也把咱们都骗在里面了，不是吗？我明明说过咱们就别往复杂了想，往简单了想，多好啊。那是不是咱们现在就在甬道等着，然后等这个耳饰变回来，咱们就能把氧气瓶拿回来了？不对。怎么不对啊？我说的不对吗？我在想你三叔说过的话，他说的内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他说他在耳室里面已经睡着了，并没有走出耳室，而是去了甬道。那无论这个房间怎么升降，他呢应该待在同一个耳室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变化？也对。那会不会是其他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搬到了另外一个耳室，他醒来发现大家不见了？哎，等等，三爷进墓是从泉眼上来的，他出去的时候也是从泉眼出去的，这墓到底有几个泉眼？咱们也是从泉眼进来的，而且之前婴儿关的那个耳室可跟三爷前后待的那两个耳室可都不一样。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这个耳室升降时间的规律是怎么样的。如果以小时为周期还好，如果是一天甚至是月，也不知道这里的空气还给我们待多久。你别说空气了，就是水跟吃的也没有啊。哎，别管那么多了，咱们这样，先到甬道里等着，等那个耳室变回来啊，咱们先把瓶子拿回来啊。得嘞，特别棒，棒棒哒。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测，耳室是上下双层的，而这个古墓中的耳室一般是左右对称的，所以这里出现这个并不意外。哎，这里边棺材是金丝楠木的吧？这头，我告诉你，这原木得和明长陵里那32根用来做巨柱的差不多粗细了吧？就算同等的银子也没它值钱，啊！吴邪，这可能是你三叔他醒来时发现的那个棺材。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闲着，进去搂搂。嗯，阔气。你说这种棺材只是在耳室，那墓主人的棺材得多像样啊！这间墓室的风水也太奇怪了，设计的机关更像是恶作剧。不知道墓主人到底想干什么？哎呀，你管那么多干嘛呀？这里边啊，有我的压堂货就行。别说话。干嘛呀？哎，你干嘛呢？干嘛呢？悠着点，悠着点。我看你平时老老实实的，怎么见了棺材跟我一样不要命啊？哎哎哎哎，
点个蜡烛再开棺，老辈儿的规矩不能丢，知道吗？东南角在哪儿啊？哎，这里本来就没什么空气了，你还点蜡烛，你不要命了？嗨，一个蜡烛能有多少空气啊？大不了我少吸你几口。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这还是个铲屎官啊？拿猫当成陪葬品啊？怕什么呀？别封建迷信了。切，谁怕了？哎，我告诉你，你得谢谢我，知道吗？这个没氧气的时候当个提醒啊。哎哎，切，哎，淘气。这个墓里，处处都很诡异，一切都不合理。墓里不能有什么，它就放什么，都是反着规矩来的。这样下去，到了下一个主墓室，一定还会有什么幺蛾子。哦，这个味儿啊！脏成这样，全是人油。哎呦，我都下不去手。这么多只手臂粘在一起，又是什么规矩啊？用这种合葬的方式，也太残忍了吧！是太惨了，拧成麻花了都。难道不是合葬，是活殉？这叫氧气层尸，把人堆一块儿，下药闷死在里边。氧气层尸？怎么着，切勺了吧？三爷真没教你什么东西。这东西啊叫养尸棺，知道吗？风水上的学问，一般用在什么山岭里。说呀，这一个墓里有两个风水极好的棺位，如果不在棺位上都放上棺材，那空出来的棺位就会因为聚着海川的灵气，招惹来不干净的脏东西。所以一个棺位放入墓主人的棺材，另一个就要葬一位与墓主人有血缘关系的人，这个棺材还必须和主墓室的一模一样，这就叫养气，学着了吗？难道这么多人全都是陪葬？真是人心难测。为了这些虚无缥缈的风水之说，这些人的生命就像草芥一样被夺走了。嗯，所以吧，我觉得咱们应该到隔壁弄几个罐子，把这水舀出去了。你知道在棺材里积水最不吉利了。胖子，你是为了这些名气吧？咱们下来不就是为了名气吗？我不是。我是。胖子，嗯，怎么了？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人，你们仔细看他的头。六个人六个脑袋，没错啊。不对，是一个人。你们看，除了最上面的那个头，其他的都没有五官，甚至连基本的头部轮廓都没有。最关键的是，这些手的关节全都连在同一个躯干上。哎呀，这简直一大肉虫啊！一个天生长这么多手脚的畸形，一出生就会被当做妖怪弄死，绝对没机会长这么大，一定是人为的。哎，你们这都裤裆里拉胡琴，扯淡！要我说，咱们就去隔壁拿罐子把这水舀出去，咱们能看斟酌点。再说，万一里边有什么能让我们出去的线索呢？嗯，我倒要看看这个墓主人为什么做这些残忍的事情。那儿，哎，你处女座，双鱼，挑个碗那么费劲。
你开跑车卖豆腐架子不小啊，我一个人得咬到什么时候？有点眼力见行不行？这些瓷器上面画的，就是在讲一群人在修建一个土木工程，有修石头的，有运原木的，还有搭木梁的。正好，瓷器摆放的顺序就是整个工程的进展顺序。这也太奇妙了吧！这快跟故宫的浩大程度差不多了。可这上面的结构完全不是中原的风格。哎，胖子，你帮我想想，中国古代哪还有这么大的建筑啊？嘿，死胖子，所以不跟我说一声。怎么回事？门呢？哎呀！吴邪怎么还没回来？他有选择障碍，挑个碗没完没了。这一女尸啊，一二，哎，有十二只手，不应该有十二个奶奶吗？怎么就五个呀？不对称啊！抬出来看看。胖子，小哥，胖子，别紧张，别紧张。目前看来，这个门的移动非常频繁，说不定过个几分钟，这个门自己就转回来了。别紧张，冷静，深呼吸。不行，不能浪费空气。哎。这整个一烂肥皂啊！怎么才过一分钟啊？我表是不是坏了呀？哎，小哥，对，相对论。没错，在这种黑暗安静的环境会加深人的恐惧，在这种黑暗安静的环境会加深人的恐惧，所以人呢，在这种环境下就会觉得时间过得格外漫长。对，知道这点就好了。这样就不害怕了。这个世界上呢，最恐怖的可能也就是这个海底墓了。不对，最恐怖的是人的内心。怎么能自己吓唬自己呢？猫抓尸了，现代尸。哎，错，爷。这女的真的是寒碜上撒把盐齁寒碜，太恶心了。
压棺石上面有字。嘿，这墓主人想的挺周全啊！有了这块压棺石，就算海底墓的砌壁结构被破坏，海水灌进来，棺材也不会浮起来。这写的什么东西？哼，得了，我甭跟这操心了，等小同志来了就知道了。吴邪怎么去了这么久？门呢？别拍了，是机关又发动了。这墓主人耍人玩呢，他找废呀他！我告诉你，等我找到主墓室的，我非得掀他个底儿朝天不可。走，先把压棺石抬出来。这石板就那么大，哪有那么沉？啊！四周交了松枝，和棺材底粘在一起了。这下面空的。怎么还没出来啊？这都过去多久了？难道是因为这个墓已经几百年了，机关卡住出问题了？唉，算了，着急也没用。不会跟这些瓷器有关吧？怎么说也是明代的，说不定有什么新发现。非得往海底墓里来凑热闹。哎，我是你能吃的吗？我告诉你，本小爷从小吃地沟油长大，五毒俱全，毒死你。
这棺材里边有洞没见过呀？这是盗洞。盗洞的这太厉害了，能直接定位到棺材下边。这挖洞的人得多厉害？你说这人是怎么挖的这洞啊？这可是海底，而且这耳室不是可以上下移动的结构的吗？那棺材底下应该有另一个耳室才对，怎么还有空间容纳这么深的一个洞呢？小同志推测的是错的，啊？这洞可是把氧气藏尸的局给破了。别的不说，虽说这尸体蜡化了不可能再尸变，可是这个灵穴可就变成败穴了，而且整个墓的风水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我告诉你，咱们得小心点。哎，想不清楚等小同志来了再说吧。这什么呀？这是这整个一猴吃麻花满拧呢。嗯，打不死的，跑！原来是个棺椁，墓主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棺材修成个澡盆？这生前是有多爱洗澡啊？这得有多深啊？我们最新路过的耳室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泉眼，难道这里的水是通往海底墓最深层的？不对啊，不是还有像电梯一样的机关吗？那这么多的水是怎么引进过来的？我现在的位置是左配点，那对称的话应该还有一个右配点。既然是海底墓，那墓主人肯定又有钱又有地位。如果按照贵族葬墓的说法，一般左右配点都会各有一个汉白玉棺床，在棺床的中间还会有一个内填黄土的长方形金井。可这里全都没有啊。哎，对了，后殿才是放棺椁的地方，为什么要在配殿里放棺材呢？还是个棚棺。棚棺是战国时期的，难道这个墓不是明朝的墓吗？
前路多荒蛮，我们守护着誓言，迎接下一站。习惯推背去挑战，磨合心里的蜕变，不惧黑暗，掀起狂澜，收割着生命的旅程狂欢。我们让生命不平凡，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带着信仰去飞，用并肩作战。听耳边狂风在呼喊，命运之手紧握着勇敢，就让心活自然，我不惧危险。生命不平凡，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带着信仰去飞。